我们要不要同时行动啊？有分两条路了。好，谁离开了？他进来、我走错路是，我走错路。啊、不是往他进来吗？来了，走。啊。最少先射到他一枪，让他跌倒。嗯。Port。左手边感觉有人哦。哎呦！我们可以开那个大奖走吗？车子那边有人，应该不能开吧？我可以把车给炸了吗？啊，走。感觉剩一个，哦，死了，走，门口，我们从正门出去哦，居然吗？不是垃圾场吗？他从垃圾场的侧门，然后进到赌场，然后从赌场的大门出去，哇，这也太嚣张了吧！会不会抢完之后只是发现说是屁啦，这要怎么打啦？来抢买店家的钱。我们抢手呢？哦，屁啦！这里有车，抢车走！不行，这是我的。你不看到标志？往这个方向，有车的标志。也太难了吧！哎呦，我看到那里有车，跳！好啊，我掉到剩900,000了啦，掉200,000了，我们还要分堆钱出去耶。没事啊，就第一次嘛，尝试看看。我们会不会最后是负债啊？啊，不会吧？他这种分红是用趴数啊。耶！哦，这是还要赔钱。我到车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们在射啊，扣的钱是杰克的啊，你们在射啊。家门没有关，为什么后门没关？谁开门的啊？后面，快点！这六人座，是了，不要开门，会掉钱。還有人在玩门，有人在玩门。很热三个风啊！哈基放屁啦，要这样子三风。哦，外面很多车哦，还有飞机哦，直升机哦。不开了，不开了，不开了，不开门了。好危险了哦！五星呢？六星啊！上他！我选这种防弹的上他！哎呦，直接骑上去了！怎么最会？就是这样子，最会骑了。吃个护甲，护甲快吃完了。哇，他被撞飞了！你在干嘛？怎么最会？撞墙最会。右耳有右耳了。啊。所以右耳长什么样子？后面那个图案。哦，一台被支走了，直升机也被叫走了，没有啊？有他直升机跟在我们后面，我可以射车警车，好棒哦！右耳还有生命值，有他警车横躺着，在推挡后面的警车，这还是在干嘛？挡你们啊！不是啊，他跟他们前前后后，有点酒醉，你知道吗？又要死掉了，又要死了，又有离场，现在靠自己了。我觉得又有要在我们刚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帮忙比较有用。嗯。我们按照路线走吗？我不要。你高兴就好，你喜欢就好。钱是你出的，
杰克在叛逆期。嗯哼哼，我叛逆期说的难听。条吗？我只在切西瓜而已。可是你这样切切还是要绕哎、欸。你刚才走高速，你刚刚直接走，对你刚刚绕那边其实比较快、欸。哦，因为我想说前面有警车躲一下，你这边也会有啊。他都会伸在你的前面，所以是没办法。烦哦！你有本事就跨海过去了，这才是叫气西瓜。这应该可以吧？感觉他轮胎里面气很多啊。这种应该是防弹轮胎吧？应该没问题啦。你想，我想说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我错了。哦，你说你要直接上去吗？上不去，他四脚朝天。哎、欸，我们前面是不是？哎、欸。好通风啊、哦！你们前面，我前面好通风啊，真好。玻璃还在、欸，我看已经不见了。他玻璃还在啊，我看他是碎的、欸，前面四星降一星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干什么？不要射，不要射会闪呢、欸。刚刚星星在闪呢、欸，有吗？有，刚刚有，所以其实可以逃過。哇哇哇哇！哇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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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速度不太……哎、欸、，go go go！ 可是警察一直看着我，星星不会闪吧？没有啊，刚刚只闪了一下。你觉得他星星会慢慢降了？不行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被抢了啊！算了，跑那么远了，算了，你们追到就追到，有追到，没追到算了。报案等级下降。这里要先躲警察哦。我们要怎么躲警察、啊？跑山上啊！躲那个火车隧道啊！右边有火车隧道啊！右边吗？你跟着铁轨走啊，铁轨走，上铁轨。不用怕，这边是对，这边是顺的。我手前面有一个很像回圈的图符号啊。嗯，换车之类的吗？哎、欸，换直升机吗？哎呦，哎、哦欸，他撞到你还 A 一下哎、欸。对啊，不可，因为这样子不可能躲掉啊！这台车爬、啊，爬山也能爬，速度不够啊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前面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广场那里吗？广场，广场，换车。换一台车，傻眼。换一台没有防弹的车。这个更烂，换没防弹的。上去，上去。再上去吗？且直走，直走，旁边有路可以上去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。这边这一个上去，对。哎、欸，从前面怎么有车？怎么走过来啦？屁啦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，上他，上他！上了哇！哇，太好了，后面的车卡住了，真。哎，还有一台都跑过来了。好，解决。哎、欸，屁！前面有一台，那台是屁啦！哎、欸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！你干嘛？他还闪，还闪！他没看到，他没看到。他上来，他可是后面的会过来，后面的会过来。卡住了，后面没事，后面没事。我是怕直升机啊！直升机要来了，你不要笑，直升机要来了。走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后面来了，后面来了。不要笑！不知道你看到还挺，我知道。你卡直升机，这路好窄哦！我们怎么是车神在开车啊？因为他是车神啊，车神他开。哇哦！不要，我现在没有喝，我走路都像在晃啊！哎呦！他突然吐一块啊！没有，石头就长在那边，你会说他吐一块？
啊，在我眼前这样吐一个。闪了闪了闪了。好，再闪，这样就跑远一点就好了。注意前面喽，注意前面喽。这前面要过去吗？不要过去。他在下面吧？应该是在下面。后面有直升机，我们也不能停啊！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他很难控。我懂，很难控。我知道。直接呼一下就往上起了。好好好啊！看到了、啊，被看到了，还是被看到了。要躲洞里耶，好难哦、喔。这里有洞可以躲吗？这边有啊。火车有洞。又被看到了，现在路上那边。这怎么办啊？往左边那边有地方可以躲吗？啊，甩掉警察了。嗯。你要爬山吗？上山啦、啊、现在没警察，我就啊，没有啊，直升机来了。上山吧。现在上有用吗、啊？上试试、啊、上比较好上的山呐、啊。你不要那么陡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这边也可以。上。先上。这轮胎怎么那么滑、啊？看起来这轮胎很好抓地啊。对啊，它有点滑。这草地也太滑了吧！你会不会后面不够就一路滑下去啊？我觉得缓什么？不要不要直了，太斜的太斜的太斜的斜的，不要直了，要直的斜的，对斜的。我们要离开这个位置，我们离开这个位置，我前面了，前面，快快冲去！不要碰到我前，快，警车要来了。直升机在上面，直升机在上面，注意！拿什么机？拿什么机？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！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！哦，没事，没事。不要动警察，不要动警察！放个烟火庆祝一下。等一下。你是不是也滑不过去啊？我现在自己一直按按巴库。哈哈，不要撞到警察，不要撞警察都没事。绕过他。嗯，登山客也不要轰到哦。哈哈，好了，下去。走了。怎么可以玩到警察、啊？最后一米一米这样子，哇塞！哎呦！哎呦看他为什么那么滑啦？轮胎要改吧。只要再晚个几秒钟，我们就被抓到了。撞他！真的。那边右边。下去啊！你们喜欢切西瓜吗？沙滩，右边沙滩，有没有看到？喜欢切西瓜吗？直接下去了，不要撞到卖家哦。我要撞卖家了。龙瑞，喏、啊no, ，给你。拍谁了？我怎么只有拿一半的钱？超少哎、欸！完成。啊！哎、欸，那个为什么开车头牌啊？我在里面吃了一大堆零食啊，体谅一下。收获六十万。十二万，避免被察觉没有？好丑！这算抽成的吗？应该算的吧。抽掉了。嗯，只剩十二万在抽成，这抽成什么东西？买护甲，我买零食去。
真的是。哎呀，好险！这画面，这画面好白啊，嗯、好不赚的抢劫，真的。我觉得讲熟悉的话，熟悉的话，那个是还没有，其他抢劫还蛮赚的。那台车你怎么熟悉得了？没有啊，可以换不是吗？啊？我们是那时候选的那个载具是那个啊。啊，换一个比较好的载具应该会比较好。嗯。哇，好大一瓶哦！哇，直接唱歌哦！哇，你的臂力也是很够啊！哦，出现了，好专业的华人轮廓哦。嗯。就不要在后面吧。走了。我在干嘛？我在暗示你们走了。走了。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哇！哇！啊！天啊，莱斯特都有！天啊，天啊！最终奔头！哇！你看这个钱！哇！我的妈呀！预计是200万，我们只拿了80万出来。没办法，哇！看那个组还有吃掉一大堆零食。我要去买东西了。赌场抢劫就是这样了。我要先存，他能够直接在接最后阶段吗？你去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嗯。那感觉应该要重来吧？看看，重来会比较好，比较合理的。嗯。这边是公开、欸。是啊。所以。哦。我先看一下，你们可以先切，你们可以先切。好，我先切。我先切个，那就莱斯特站起来。哎呦，要重来！有人说了要重来 ，DSD 讲啊。好，那就换你啦。莱斯特是最大赢家，真的，真的。然后我们忙了那么久。也没拿到什么，嗯，有啦，还全身是伤，那就换我的咯。嗯，好，可以连我这边了。嗯，我的灵敏度跑掉了，等一下，摩托邦，所以离开了。好，我可以抢劫了吗？啊哒！我是觉得他可能那个。骇客能力也有差，那个小游戏的难度会变吧？嗯，有可能。哦，抽了杆子，哦，抽了杆子。进入歇机铺。嘿嘿。可是这一次抢劫就算小改版吧，所以、它就一张而已。嗯。啊，拍谁哦？拍谁哦？哇、啊！我的抢劫重置了。等一下，摩托邦招募罗罗，下去那边。繁星，杰克有帮派不能招。哦，好，等我一下，解散了。有人在瞄我。招募了。马上瞬间跑掉。对啊，忙了这么久，钱拿那么少，还被闪下闪眼睛，真的是哇！真的是哦的哦，亏。哎、欸，这前置能不能说一个人先解到最终阶段，然后就四个人分开各自解到最终阶段，然后四个人每人跑一次最后，算可以吧？因为他是做开采史啊。
前面都是在公开抢啊。对啊，好像可以这样用。嗯，我进来了。是谁？我。不是哦 ，DSD 有悬赏。好了，压了，那我就直接下去开那个了。好，你们就不用进来了，就在外面逛吧。好，枪店，枪店。护甲，护甲，护甲！哎呦，所以骇客好的话会影响拿钱时间吗？这不知道，我们是第一次解完而已。对。我这暴君要毁了？什么时候？我刚刚叫暴君，他是毁了。哦，我说不是应该买好一点的冲锋枪啊？还是你们如果只有冲锋枪的话？不知道，你刚拿哪一把、啊、小型冲锋枪吗？小型的，对啊、小型的、啊。那感觉好像大家都一样吧？还是固定的？固定的、啊。这边改不到有没有用？没，因为我的冲锋枪是粉红色的。哦，那就是它固定的了。OK， 应该是我们那时候选的枪支就是那么烂的、啊。金库那种、哦？哦，是一开始那哦对啊、哦，那时候是可以选的啊、哦。对啊，可以选。我们那时候选的枪支是烂的。暴君二，翻过来！暴君二，好了，翻过来！哎呀，有悬赏在我们家门口。嗯 ，DSD 有悬赏。啊，他有多少悬赏？六千的。你加的自己处理。我知道他可以打你吗？六千跟三千呢 ？DSD 我可以打你吗？我帮你解除悬赏。在第四梯也可以脱衣服，来吧！来吧！躺在地板上，然后剩下那几个奶油这样子，不然咬个樱桃这样，哇！三千块，三千块，可以啊，六件护甲。现在价值都是以护甲来算。寻找保全人员，那个圈晃晃的问号，那个问号晃晃。我觉得隐约你就在那边，我就负责接开任务就好了，我们跑。好，嗯。保全员长什么样子啊？黑衣服，这个样子。我靠，这个样子啊！很会哦。我靠，你捡了吗？捡了，捡了，捡了。你怎么烧起来了？啊！我烧起来了！你怎么烧起来了？烫！等一下，有办法起火吗？我要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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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洗，会洗，会洗啊！会洗，可是要烧死啦！先死了！什么是你杀了阿吉？因为看到那个飞弹，飞弹是我炸那个保全人员啊！啊，好，阿吉站在火上，个人载具坏了，好吧、啊，好吧、啊，算了，好啊，好啊。你看他袋子嘞，在阿吉身上，在你身上吗？可能在我身上吧，我没看到袋子啦。这是谁的？救救救救！哪躲？救哪躲？一开始的枪可以放到洗衣篮里面。我们一开始门口那边有洗衣篮可以放哦、喔。有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有人这样讲。哎、欸，七千！我 AC 又有悬赏。